Hello，Hello，视频开始之前，多关注、多推荐、多投币、多收藏。那这一期还是我们的泰国蜜月之旅。心虚怎么心虚了？开心的很。友友们，我们准备出发去芭提雅啦 ！Let's go！ 我们到了芭提雅，特特还要先工作一会儿。因为他的工作虽然不用经常在公司加班，但是就是随时有活就要随时做，所以我们中午呢就先简单吃一点泡面。吃完午饭，我们就准备去酒店的泳池玩一下。对对，我就想到弹幕肯定会炸，什么鸳鸯戏水啊！好爽，我们男厕所都好不热。我们现在要坐车去海鲜市场吃海鲜，很远，坐车要半个小时，不好吃，把这店砸了。我们来的这个海鲜市场，它的海鲜种类特别的丰盛，然后我作为一个非沿海地区的人的话，我觉得价格还是很便宜的，然后你们弹幕可以刷一下，看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。我们买了三只的这个小青龙，是180块钱人民币，然后我们还买了两斤的这个罗氏虾，是60块钱人民币，然后我们还买了两只这个青蟹，是120块钱人民币，超级划算。我们人民币360买了这么多，然后这边就是市场，出来就是加工的地方，你可以找一个饭店帮你这个海鲜加工。最后加上加工费，我们这样的一桌大概花了500块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有这个避风塘的波龙，还有这个波龙头煮的这个粥，还有芥末罗氏虾，还有炭烤罗氏虾，还有这个咖喱青蟹，这样一桌是500块。炭烤好吃的，谁想到？真的很新鲜，这猪肠。尝一口，宝宝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好吃。好吃好吃。那个大啤酒杯放那个白酒，没有一个是踩雷的。我的那个人妖那个是要 party。我觉得看完之后，我觉得他用这个龙虾的头，还做了一个这个龙虾粥，都不浪费。蛤蟆，呱呱呱！这不知道是什么蛙耶。好像是青蛙，它也不叫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先生，今天给你调酒，好吗？好的。
就做一个特调。先用一点清酒打底。我发现了啊，特特就特别爱乱调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我们喝了一杯之后，我们就决定去海边逛一逛。老婆，这次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呀。那你嫁给我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大声说，我慕容云海。你认真说，嫁给我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心虚？怎么心虚了？开心的很。拜拜，家人们，我们准备过我们的二人世界。泡澡是一个 Pokemon 的浴球，我们准备泡澡喽。去吧，皮卡丘。感谢收看。